是，我叫读音币，不是管卡尔玛的那个。你在说啥呢，大哥？我的名字是玩卡尔玛的那个吗？哎呦，昨天我真的是本来想剪头发的，然后我老婆说又要剪头发。金姑姑，你为什么要剪头发呢？然后我说那算了，我就不剪了。什么借口啊，兄弟们！什么借口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又说借口啊？不是，我昨天都那个放假，我肯定有时间去啊。只是我老婆说：“哎，金姑姑，你怎么要剪头发？”金姑姑，不是借口。点燃加传送，正常的呀，都是这样带的呀。像卡特没有人带闪现啊？什么？他想省钱买车，剪个头发多少钱？大哥，剪个头发，你省这个钱怎么买车呢？你告诉我，剪头发才多少钱？不到几点？你是第一天看我直播吗，哥哥？现在都有人问我不到几点，兄弟们，啥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，大哥？第一天告哦，sorry，那 sorry，那确实 sorry。哎呦，这妈呀，这没死。硬币哥，怎么了？他学 W 好像。我操！啊，我一错啊，我往左边移了，我的妈呀！不然我双杀了。啊，往左边移了呀，兄弟们！我操！往右边的话，他死了。不是这个位置，你可以这样子。看我那个鼠标，哎呀，我的鼠标那个位置，哎，好久没玩这个了，可惜。可惜，可惜，只能说好久没玩这个了。单也没想中，单没想，还行，我们单也单下来。在哪？我科技枪在哪，兄弟们？哦，这里，找不到科技枪。找不到科技枪在哪？不好杀，不好杀。不好杀，别在那里吃经验，哥哥不好杀。
下路被单杀，还行，我杀一只很简单的，卡特这个英雄杀一只挺简单的。被看到了。我们这人去哪里啊？不是这牛，鳄鱼怎么就往哪边跑呢？他有饼干，那我可以杀他。他好像死了。哎呦我操！哎，Surprise! Hello, 大哥，晚上好，不是下午。这个人 Q， 这角度应该能 Q 吧？你刚才感觉那个位置可以试一下 Q 的，可行？我死了是吧？可惜，没办法。这边打野玩的好，好像还可以啊、嗯。这打野抓人抓的还行，枪炮好像要被单杀了。啊！别养这个狮子狗了，大哥，狮子狗要无敌了。我没死，哎，没扶着没闪。哦，我去！萨拉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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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拉斯哥们，萨拉斯哥们，什么小地图哥们，看到萨拉斯，看的已经看到，我操！小别萨拉斯了，哥们又要无敌了，别再萨拉斯了，妈呀，这个又要无敌了。Q， 我操，这个瞎子，瞎子要无敌了，哥们起飞！我操，这个瞎子一个，一加二三个还是四个？哇、哦！太猛了，我操！哇、哦！我刚才我二怎么就那个了，兄弟们，卡了。我二怎么卡住了，兄弟们？嗯？我明明用了二，怎么就卡住了呢？看了。嗯。半个了，我都没被打断，大哥，我不是，我又没被打断啊！我二技能怎么就卡住了？好烦啊！这个被一技能打断，我是先被一，然后再二，怎么可能被一技能打断？大哥，他有两个一吗？我是等他一再二的呀，哥们，我没那么蠢。什么叫萨拉斯一技能打断？哇，他这套装备出破败的，狮子狗不买提亚马特的话，感觉还行。我提平。这边中单 TP 二十，哎，我杜冲，杜冲，哦，枪都没抢 ，nice。
小龙没了。算了，他要打新的就行。可以放中路吗，哥哥？ 我想吃杜城。我操！我操！笑死我了。 嘿嘿，他怕了，兄弟。别杀了，别杀了，这个不好杀。我操，这瞎子怎么在别人的家里啊？ 他是怎么在别人的家里？嗯，不大吧。牛头在中路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那我怎么对面打？ 我看到了，我勾引一下，跑了，这么怕吗？哎，完了，我技能用错了，我感觉还行。嗯，嘿，还行。对面辅助，开到了，变大了。 要小心狮子狗，狮子狗怎么那么猛？中单有闪，上单打野辅助没闪，瞎子挺猛的哦，我也觉得，这瞎子蛮厉害的。带链吗？嘿嘿嘿，带链吗？哎，最近排到这种人都觉得是个带链，兄弟们，真的好猛啊！ 玩的有点像带练，我带着20秒没大的话杀不死，他又要带。哎，打野没抢，这打野是真的吗，兄弟？ 嘿嘿嘿嘿嘿！我操，好烦啊！哎，我们一阵呢，哥们。W W W，好，我操，这也……哎，我们这个路线怎么还在这里发育啊？这个……哎，不是，我们在这里打了，我操，这操作。 不是，我们在这里打了20秒、30秒，他还在下路发育。我的妈呀，这个人真的是。这路线还说什么？他刚才在家里，你在家里，你是确实你是下路，下路就是你的家，因为你是下路。
他还说他在家里。妈呀！我看了小地图，你在下路呢，哥哥。他说那是他的家呢，我什么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哇，这 ADC 完了！哇，这我们秒了一个那个对面的打野。一开始我们五个对面四个，他到的话，他来的话就五个人打四个，结果就不来是吧？可以。挺猛的这个路线。提玛丽，没事，我吃了泡子挺赚的。嗯，不是泡子，河蟹。干！哎，我怎么不红怒 W 啊？嗯，啊，还行还行，怎么都会死。干 ！Nice， 这我不亏。我操，瞎子把 LA 完了完了，兄弟，这把瞎子全都是瞎子的人头。感觉这样赢不了呢。瞎子这个英雄，说实话，拿到这么多人头也不好 carry。这是什么分呢？这是大师，这个小号大师。不愁愁，他有默认，大师一两百分吧，差不多。我踢四十秒，等我踢吧。一直那波团就拿到好多人头，三四个头，突然就起飞了。他本来都爆炸了，这个人。对面上的没 TP。大号是什么？大号是重视。我们打不赢，打不赢。是这个有大，我要小心点。这不好推。我想踢后面，能打吗？打吧。我的妈呀！Sorry， 要出中药吗？螳螂这什么鸡巴伤害呢，大哥 ？QWA 一千二，走，装逼，什么鸡巴伤害呢？这个伤害，啊、还好我们牛头在我们对面那里，我们这里有个牛头的话，打团真的愤怒，只偷牛头大招就无敌了。这个有，你上太早了，上太早了，哥哥。保护。哦，这个不好回去。这一直太难处理了啊！打！我操！哇、哦，这个 Q 伤害太爆炸了，辅助没闪，这一直伤害太爆炸了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出中药，救救我呀，哥们！对面伤害太爆炸了。等我16，等我16级，没办法，只能等我16级啊！我先出个护甲，本来想出帽子的，螳螂这样秒我啊，兄弟们，这伤害太爆炸了。
萨拉斯拖了路线，他操！螳螂要杀我，螳螂要杀我，螳螂要杀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哥们，我不是他对手啊！哎呀，我操！按摩贼爽。 AD 没响 我们这路像在搞笑的吗？兄弟。 哎，我操！我们这路像啊，零杠五了 ，OK。 不是别人狮子狗在草里面开一个中亚，他要跳你，然后还在这里等狮子狗等中亚等秒表结束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不是，别人开一个秒表等秒表结束，他在这里等秒表，他在这里等死吗？下 ADC， 嗯，下 AD 我再打野。 这是啥意思啊？哎，玩卡特的时候还是要看那个 AD 能不能打输出啊。我一个人肯定不能秒人嘛，这个英雄，要卡萨丁、卡特这种英雄，螳螂也是，要看队友，队友要补点伤害才能杀人。妈呀，结果这个人。 500个人嘛。GG， 我说 GG， 然后我点那个点了否。哦。说实话，那波下路团真的是我们应该随便赢的。下路那波我们红 buff 那波团，我们本来都随便赢。 哎，我真的是，我都不知道那波我们录像在干嘛，在哪里？这个，你是辅助吗？你是辅助是吧？我说点了，然后我点了否。我想这个杀这个 ADC。 啊，提莫迪！我在我们家，辅助怎么有闪？这辅助怎么闪上来的？哈哈哈哈！哎，这辅助疯了吧？哎，赢了，翻盘了，兄弟们，翻了，翻了，翻了，追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这些人这样玩游戏的吗？ 牛头闪现上来，在这里跳舞跳3秒，我以为你掉线了呢，大哥。嗯，差10块钱，5块钱，打不过吧？ 哎呦，妈妈，爸爸，你怎么飞过去呢，大哥 ？Q， 他怎么 Q 过去啊？看我 ！Sorry， 救我！你别走啊，哥哥，快点挡一下技能啊！我操，这人想跑。 不是狮子狗开大，他想跑，救救我呀，哥哥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放了，怎么打呀？我没大呢，大哥，他在按摩，别人不掉血，别人满血呢。
哎呀，那里有五个人，我一过去，他们要看嘛看嘛看嘛，瞎子！哦，西吧。玩不玩？瞎子跟塞恩在骂露西安，他们说什么露西安只会玩一个英雄的话，你又不玩露西安，不会玩露西安，只会玩一个英雄，为什么不秒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一下，他们说的是谁？他们说露西安是只会玩一个英雄。他是玩什么的？他是玩卡特的，兄弟们。这露西安是玩卡特的，然后他露西安那个卡特被我不是被我抢，他是 ADC 啊，这把。